消息可靠吗？ 千真万确，一个高级督察想的。那边让他通过我告诉你。那边是哪边？你们公安啊！公安，我又惊动公安了。你都惊动全善越了，你现在是我们这个行当最有名的名人。 比我们家族还有名呢！别说了，我要回去，我要回去救我儿子，我去救他们。你疯了吧你？不要命了？我要什么命？我儿子如果没命，我要你干什么？你死我怎么办？啊！阿斗，你是不是把我当工具？对。 你把我当成前工具，我是什么呀？我儿子没了。你以为你是谁呀你？啊？你不是工具是什么？这是警察设的套，跟阿慧一样。你回去马上抓你，马上毙了你！我不放。哎，你以为你儿子真的绑架了吗？啊？ 一个什么什么姑娘绑架伤孩子，傻吧你？阿东，你他妈再骂我哥一句，我他妈崩了你！我们现在是和平年代，但是还有一些战争需要人去打。你知道化学是什么吗？化学是可以改变这个世界的。 每次我都会慢他一步，这说明什么呢？这说明黄宗伟预判了我们的预判。他是一只飞蛾，注定要扑火。走邪的下场就是穷途末路。我们的子弟，都会把他吸出去。保证他的肉。教练。 追上来，用到顶轮到这儿，我们还得完蛋。这批货我太硬了，怎么的？你把我当成前工具？你以为你谁呀你？啊？你先冲出去，跟他们拼的你死我活。20世纪80年代。 受全球毒品浪潮冲击，我国毒品问题也难独善其身。随着关于禁毒的决定，我国禁毒工作开始有法可依。面对各种形式的毒品犯罪以及更狡猾、穷凶极恶的制毒贩毒分子，我国禁毒民警迎难而上，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和努力。90年代禁毒民警在技术有限。 侦查员跟了一个月，摸到了这个叫李阿彪的毒贩和他的团伙，进一步锁定了他们的窝点。
怎么摸到的？和小段那个关系，叫三胡子。窝点在哪儿？人美村。人美村是明代的古村落，全村只有一个姓林。林氏家族一共有613户，3825人。家族源头是宋代方腊手下的一个大将，叫林传奇。他在方腊被斩首之后，逃到这里隐居，隐蔽意识很有传承。在繁衍枯屋的同时，从来没忘记过躲避官府的围剿和土匪的骚扰功能，巷巷相通，街道互联，还有暗道。毒贩每次交易的地点都不一样，而且还故意打乱规律。只有这个阿彪掌握了一个时间表和地点分布图，目前我们还无法确认具体的交易地点。不能调出来吗？这个梁阿彪很蠢，但有一点啊，坚信不疑，就是绝不出村。不过我们已经知道那个村口的小卖部就是他们的联络点。这个村子逢时赶集，也是毒品交易日，来人四面八方。如果我们设卡的话，会引起他们的警惕，瞬间消遁，再找线索就难了。所以必须一击必中，彻底的回窝点。你们有什么方案没有？我想呢是找个人乔装打扮一下混进去。谁进去？我。你吸毒吗？我吸烟，不吸毒。吸不吸毒，他们一眼就能看出来。最好是个女的，而且这个女的身手要不错。局长，我倒有个人选。市特警支队啊，有个警花叫王小曼，拿过全国警运会的格斗冠军。别动不动就向上级伸手。其实，说。其实资料室的小赵，就赵玉楠，他挺合适的，转业回来的，在部队拿过3次3等功，而且拿过全军射击冠军。亚军。应该是冠军，他那把枪出现了点小问题。他出过外勤吗？没有。为什么没有？小丫头太愣，没人敢带，怕负不起责任。那你可以让位了。不敢负责任的领导算什么领导啊？你在家抱孩子摔了孩子，你老婆还不饶你啊？对不对？是。去叫赵姐来。是。什么事儿？局长让你出外勤。哦，我知道了。我提的。来，都过来听我说一下。咱们这里人民村只有3公里路程，一会儿大家徒步过去啊，在西北方向的槟榔林集合，明白了吧？明白。行动。走，我跟上。小赵，给你说的记住了没有？记住了。确认的位置，马上出来给我们发信号，不许自己动手，剩下的交给我们，听到没有？知道了。刘队。我有个要求，说。任务完成，我必须正式进缉毒队。我不知道这事儿，跟我没关系。答不答应？行，答应。在这儿等我。好的，我就在这儿啊。
老板，你这儿有什么喝的吗？有啊，想喝你怎么都有。健力宝吧。哎，你们这儿有宵夜吗？这个大中午的吃什么宵夜？包点猪肉。什么？包过夜？包点猪肉。哦，包猪肉要先付钱。这呢，没有猪肉，你拿着这个，先到里边去找一找，三街，那门口挂着猪头，就是那家。这个要钱吗？不用了，送给你喝了。彪啊，来生意了。被处死了之后，他就逃到这儿来了。所以啊，这个村子现在有几百户，全部是姓林的。不好意思，厕所在哪儿啊？在那边，我带你去。跟我来。哎，走，我们再去那边看看。好，怎么走？三街门口挂猪头的那家。好，我马上通知他。谁先让你来的？
三胡子。贾彪哥干嘛？你觉得我来干嘛？我来买肉。有没有钱？我刚付过钱了。想进来。钱不够。这不是你们三胡子说的价吗？进来，进来，进来嘛，进来说。坐坐坐，随便坐。不巧，美女，最近警察查的严，货都涨价了。你说涨多少钱？美女可以不要钱，我想先验验货。我想先验验你。刘队，刘队，他们在三街挂猪头那家，小赵已经进去了，但是没发信号，不知道出什么事了。我们这就过去看看。收到。小段啊，你带人从北边堵，王贺、啊、你带人从东面和南面堵，其他人跟着我，行动。
老板好。哎。老板好。好。这个要称妥。钟叔，来一下。钟叔啊，生产的时候天气再闷，也让他们戴好口罩啊。哎。钟叔，哎，这批货明天能交吗？放心吧，没关系，没问题的，保证你明早顺利交货。辛苦了啊！哎，这有些钱呢、啊，你帮我发给他。哎，别，这刚刚花完工资啊，这不是给你的，给他们的加班费。然后拿着去城里潇洒潇洒啊！那就替他们谢谢老板了。你女儿是不是考上大学了？哎，是大学，大专，本科。哎呦，阿青厉害啊！哎，咱们村今年唯一的大学。这个就不要了。这是我给阿青的，你太客气了。拿着，后面四年的学费我包了。哎呦，谢。钟叔，啊，我还是那句话，嗯，工作安全是重中之重，你放心好吧，我今天一个晚上眼都不眨，就在这盯着，保证明天找人顺利交货。帮我拿去办公室，我出去一下。哎，妈，我和老三来看你了，老二在城里忙，估计就不回来了，你放心啊。大姐，你不用替他说话。哎，你二姐回来了。走吧，我请大家吃饭。老三，不忙一起去吧。你能先把这儿的事做完吗？这儿还有什么事儿啊？你们去吃吧，我工作忙。大姐，姐夫，咱们走，坐我车去。你要是不想来，以后可以不用来。老三，你说这话好像就你心里有妈一样，谁还没有点自己的事儿啊？活人的日子不过了。老二啊，我就不去了。中午回老房子看看咱爸，你们去不去？我还有事儿，那下次吧。姐，你去爸那儿把这个拿给他。走了。老三，你去不去啊？他不是我爸。经过市局、海宁大学化学系化验，咱们上次在人美村缴获的毒品纯度非常之高，国内从未见过。经查阅，我们目前掌握的国内外资料，全世界也未曾有过。也就是说，这是一种全世界第一次出现的新型毒品。这种新型毒品在我们县不仅出现了，还进行了交易，但是数量、吸食范围、毒品来源，目前还都是未知。这次抓捕阿彪非常成功，但也惊动了毒品的上下游。接下来我宣布，由我局成立专案组，代号720，我是组长，刘源、陆浩任副组长，突审阿彪，查找毒源，摸排交易轨迹。同志们，这可是个惊天大案，意义有多大，我就不用细说了。如果谁走漏了风声，遗漏了线索，遗误了战机，我绝不客气。刘源，
你接着说吧。哎，王总啊，你这生意做得风生水起的，单位没什么事吧？哎，没有没有，那个办停薪留职啊。切，还停什么薪留什么职？你生意做这么大了，你要职位干什么呢？都是老板帮衬啊，哪天呢，你们不给我饭吃了，我要回单位上班啊。王总啊，你们拱手咯，我们都要靠你吃饭了。别这么说，别这么说。哎，我问一下，金平花是不是还是去日本啊？是啊，哎，那边市场销售大了，有多少要多少，只要你供得起，我们都能售得出去。哎，我也奇怪哦，这是日本啊，就吃那东西啊。是，哎，那这么好卖，我可以涨点价呀。黄总啊，这洋葱精啊，可是踩着红线的生意哦。踩什么红线？洋葱精，它既是保健品，也可以制造冰毒。没，把我吓的，开玩笑了。洋葱精啊，比那冰毒还贵，拿个治冰毒，要赔死你喽！吓死我了！哎，说到冰毒，我前几天跟公安局的几个朋友吃饭了，说现在市面上有款新型冰毒，纯度很高，还没人见过。黄总啊，会不会是你用洋葱精生产的呀？你不要乱说话啊！我的洋葱精是卖给你们两个人的，要做。也是你们做冰毒啊！被别人来，我就来了。哎呀，给你鼓掌。哎，哎，黄总，你不点一下吗？哎，不不不，都自己人，信得过。来，我送你们。啊，好好好。几时出去饮茶？啊，不不不，不用不用。哦，咁我唔送啦吓。阿仔咧，不错，不送啦。哎，老板，来碗烧汤面。哎，来了。密码就是今天的日子。货卖完了？卖完了。卖到哪儿了？东三国。按你的意思。哎，人家东三人民可说了啊，你们的货那是大大的好啊。何鸿章，我们是不是合作伙伴？当然，我们是最亲密的战友。你没说实话。不，我说的就是实话。来，两位慢用。谢谢。叫了没？啊！你怎么不吃啊？你先吃。我今天见到两个客户，他们跟我说了个事情，说公安局在咱们这里找到了一种新型的冰毒，说制造冰毒的化学中间体就是我生产的洋葱精。阿张，你知道我听完以后什么感觉吗？你是不是老叫鸡啊？
我们挣这个钱啊，就跟你叫鸡差不多，很容易犯病的。得了病就要治，早发现早治疗，你说对不对？最怕的就是治不好，连命都没了。你幸运数字是多少？阿伟，你的幸运数字是多少？九。我信你最后一次啊！九，去，我这碗你也吃了吧。金羊皂准备好了。故事的结局，谁都不知道，一直在寻找。两巷口千月，你说你还好，什么都没少，真相一心而知，在这善意的角落的秘密，人无一的神迹，在荒野之上沉默着前行，每夜尽头是破晓，向着地平线千里奔跑，就算在风中跌倒，伤痛将会掩回。向着地平线全力奔跑，就算在风中跌倒，伤痛终会有回报。看阳光正好。